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在焊锡的过程中，助焊剂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只讨论助焊剂，而不讲如何焊锡才是正确的。助焊剂包括松香、助焊膏和助焊油等。据我所知，助焊膏和助焊油的主要成分就是松香，而且松香是最基本、最实际的助焊剂。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，由于松香是固体的，有时候使用起来并不方便。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将松香制作成液体的或者膏状的助焊剂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松香溶解在酒精里面，酒精尽量使用高浓度的，比如 95% 的医用酒精，工业酒精也可以，但是工业酒精含有少量的甲醇、醛类、有机酸等杂质，对人体有害，所以最好不要用工业酒精。如果是大块的松香，最好把它弄成小块，或者弄成粉状，这样溶解会快一点。我找了一个小盒子，我找了一个小瓶子，现在溶解还没有完全溶解好，然后我先倒一些过来。这个盖子是可以密封的，这里就是一瓶助焊油了。现在我用牙签就可以把它挑起来了。烙里头的助焊剂已经挥发完了。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效果好不好。现在我们试一下这个膏状的，酒精是会挥发的，但你觉得它浓度太高了，再给它加点酒精就好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。